爱赛也有台湾选手的好消息，在世大运有夺三面金牌的徐玉修，今天在男单亮相，他以6-3、6-4、3-6、6-3击败了澳洲好手 Kokkinakis。这场比赛呢，徐玉修也是鏖战将近3个小时，全场击出了49记的制胜球，比对手还要多。另外呢，双发失误还有非受迫性失误，也都是比对手还要少的。这一胜让徐玉修成为台湾男单史上第3位在大满贯会内赛赢球的选手，而他下一站呢，将要遇上英国一哥 Cameron Norrie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